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但是坚持下去做，那每一件事情它都一定有它的考验，那只是你稍微停一下，它还是会到尽头。在我的人生，我尽力到极限，譬如每天跑十圈好了，人家说那我就慢慢跑十圈也是完成，但是我每一天都是尽力跑完十圈，因为我只过每一天的当下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但是坚持下去做。